以下的动作呢是有关手指关节的运动来的，咁啊，针对弹弓指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将手指伸直，慢慢向后伸展到极限，咬向后，然后放翻松。可以重复呢个动作咧，30至40次嘅。而第二个动作咧，我哋咧亦都系将双手伸直，只手伸直先。手指伸直，然后慢慢向外伸展，咁样为之一次的动作，我哋都是做30至40次。以下咧，我哋系做有关手腕关节的运动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伸直手指同埋手腕，然后慢慢将手腕向上同埋向下屈曲。呢个系第一组嘅动作。而我哋另外一组嘅动作咧，亦都系伸直嘅手指同埋手腕啦，然后将手腕向内同埋向外咁样伸展。而第三个动作咧，就系将手指同埋手腕伸直之后，将手腕顺时针慢慢转动，再向逆时针再转动。以上呢组运动咧，可以每日做30至40次嘅。以我哋有右手食指为例啦，咁我哋伸起我哋嘅食指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咧，俾啲压力佢，慢慢尽量伸展去到最后，感到有拉力，维持呢个动作咧8至10秒，而每次咧我哋可以做30至40次嘅。以下呢個強化運動咧，都係針對彈弓指嘅。以我哋右手嘅食指有彈弓指為例啦，我哋需要一條橡筋咧嚟做輔助嘅。咁我哋可以慢慢將隻手指慢慢向後伸展，向後 hold 住8至10秒，然後放鬆，然後重複呢個動作咧30至40下就可以噶啦。